今天这个市场呢，这投资人会逢高去货，大家都在卖，不是买的市场。总的来讲，现在是市场是没有是下降趋势。如果今天顶不住了，对吧？什么都是资金，你没看是这个项目，视频，你看今天这个纳斯达克指数，融完以后，对吧？又往下掉，今天反弹一点。这个缺的人不高兴，卖。今天市场是有效率，我今天这个呢，这个昨天晚上已经涨了20%，你买什么卖什么，买什么赚什么。这个账户呢，我们是用来做 ETF，对吧？这个里面的 ETF，这个账户里面有 IB 账，还有外汇、三倍指数 ETF，对吧？还有商品期货、油、天然气。对吧？交易工具比较齐全。